在用户位的位置选择上，同样需要的是攻守平衡。那我的选择将是状态稳健、攻守兼备、参加过四届世界杯的巴西队长卡福。花有再开始，人无再少年，都说青春只不过几届世界杯，而卡福在那华丽的桑巴军团中，正是一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。和巴西队长气质匹配的，我的选择是同样有着承前启后作用的吉宝立山井 Corals at Keppel Bay。 南部冰水新城大规划将是新加坡未来10年到20年的规划重点，也能够在横跨四届世界杯的时间里，为新加坡城市建设的未来发光发热、承前启后。 Coral 位于吉宝湾 Keppel Bay 的中心，背靠花巴山，南临最舒适宜居的圣淘沙，呈背山面海、玉带腰环的风水格局。东面将连接中央商务区 CBD 滨海湾，往西正是新加坡科技园所在。在未来四届世界杯的时间里，这在新加坡的整体规划中将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。卡福是我心中最佳的用户位，而您这个位置上选择又会是谁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还有弹幕告诉我。下一期我将为大家选择最佳的守门员，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吧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点赞，同时点击右下角 subscribe 按钮和小铃铛追踪我们的视频，我们将给您带来更多的好房源。同时欢迎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和 Facebook， 我会很乐意的为您安排观看这一套房产。下期节目见。